月梅，月梅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月梅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白露出事了，白露让黄国良给杀了。喂，啊，我是小东海。哦，你是江阴码头曲老板？我拜托您的事办得如何呀？ 海漕货运六号船，好，我记住了。三日后江阴码头见。司令，萧宗海三日之内要去六号船上取什么？不一定是取，很有可能是出啊。司令，您的意思是他要转移这批东西？密切注意他们家的电话，一个东西够漏。 是，这个老狐狸终于沉不住气了，把消耗方给我叫来。是。司令，您找我？肖大队长，你的精神不大好。没有。 只要能完成司令交给我的任务，个人的事儿不算什么。哼，你在跟我说气话，你心里在恨我，害死了你的新婚妻子赵白露，是吧？卑职不敢。是不敢，还是不愿意承认？肖浩峰，如果赵白露真是共产党，你还会对他那么一往情深吗？ 他不是共产党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？我相信他。<笑>你真是个痴情的种子啊！赵白露如果能听见的话，一定会被你感动的痛哭流涕的。<笑>可惜他现在听不见。你怎么知道他听不见？司令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你听明白，只是不敢相信。 您的意思是白露没死，司令，他要是没死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司令，您能让我见见他吗？哎，赵白露这是受了一些惊吓，现在正在休息。这样，那您让我见一下他行吗？不相信我是吧？卑职不敢，司令，您千万别误会，卑职不是这个意思。肖大队长，我现在遇上一件棘手的事情，需要你马上去解决。 请司令吩咐，卑职愿意赴汤蹈火。给我看住你们萧家和赵家，不得离开龙城半步。司令，您的意思是让我软禁他们？不得离开龙城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听明白了吗？这件事情给我办好，我自然让你跟你的妻子团聚。去吧。谢司令。 老费啊，你来一下。哎，老爷，您找。
秀琴，花儿，你要干嘛去？时辰来呢？啊，花儿，你可不能胡来呀！秀琴姐死了，秀兰姐也死了，你要报仇，我要杀了黄国良。花儿，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哎呀，你这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干，你跟我回去。放开我！我不，我就不放。 说什么了？啊！你跟翠花说什么？酒楼已经暴露了，黄国良派人已经把酒楼封锁了。幸亏刘科长提前预料到，让我们提前转移了，没有太大损失。你这从哪儿过来啊？陈村。坐。陈村？你从陈村来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给李队长打过电话了。我在酒楼的咸菜缸子里藏着地雷。什么？你还想着你的地雷？现在酒楼的伙计和厨师都换了，不对外营业了。黄国良要用酒楼招待他的客人。我就怕他不来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潜进德云楼。
报告しません。黄司令到。哎呦，姚西，你看，哎呦，哇，啊，可怜嘛，谁洗也不洗。抓住一个，剩下的就跑不了。上！奇怪了，敌人怎么不追了？就是，我也觉得纳闷呢，也不知道花儿怎么样了。学生来迟了。
死者来往，消灭此能到达。嗯，よし。やめとく。はい。そうする。そこ根本は戻れ。 徐若花同志，上级的命令已经下来了。我们军统在龙城的联络站被破坏了，短时间内很难重建，你必须留在石山来身边继续潜伏下去。你的首要任务是要接触石山来等人，了解日本人的锁喉计划和真相到底是什么，一定不能让新四军比我们早知道龙城的情况。 杨站长，我还要回去吗？我已经那么久没见过他们了，这次回去我怎么交代啊？你放心，他们在假仓库那里受到了重创，你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必须编造一个可信的理由，比如你在某处疗伤。 老爷。 如何打算的？ 小花，共产党都放弃救你了。
你说你还嘴这么硬，你陪他们死扛什么呢？那好，那就看看你骨头到底有多硬。 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的同伙藏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就会把你放了。怎么样？你们做梦吧，打死我也不会说的。好，你可以不说。 云宝贝儿，想我了吧？哎，别动！趴下去！饶命！饶命！你是龙城监狱看守队的二队长吧？我是，我是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是老实，我就饶你一命；你要是不老实，我就在你脑袋上开个洞。好，我一定老实，我一定老实，一定老实。 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收押了个女犯人？没有啊，不老实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以为大爷要吓唬你呢？对了，昨天晚上孙副官带了一个女共党，审了半宿呢，可是没收押，被日本人带走了。听说那个女共党炸死了两个日本人，日本人要杀他报仇啊！带哪儿去？你知道吗？ 这个我哪知道啊！反正是带走了。好汉，我只是当差吃粮的。我去，石大哥，快想个办法吧！翠花落日本人手里，那凶多吉少啊！给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嗯，给。 あの女は我々の事件になる前にまず尋問させるべき。尋問の手段は君に任せろ。必ず彼女を秘密、こっちから出るまでにやれ。はい。
华司令，您这火急火燎的把我叫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有事儿。日本人刚刚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萧九川，我这次可以保，但我不保证有下一次。华司令啊，我没得罪日本人呐。你答应日本人的货，什么时候能办齐？我这不也着急吗？问题是那批货我得找康大少。 现在用不着他了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进货渠道。什么渠道？他是向俄国人进的货。俄国人？不是，华司令，俄国人倒是可以啊。那具体的事儿是？过几天，他们就有一批货到达镇江港。 到时候由你去提货。这是，我去不合适吧？最好还是您的人去。你不是不知道俄国人的态度，我们的身份没法跟他们交易。怎么？你不想去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担心俄国人跟我要高价啊。价钱的事你不用考虑，而且我不会亏待你。从此以后，这些渠道。 全归你了。谢谢华司令。肖九川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跟着我干是你唯一的出路，千万别学那个康大少，自找麻烦。是是是是，那没事，我就先下去。 您说萧九川干嘛费那么大心？他现在正在跟我办一件大事，也是日本的事。何峰，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些事，你一定要保密。请司令放心。现在日本人急缺一种不可或缺的原料。司令，您的意思是，萧九川能弄到那些原料？他是经办这些原料的最佳人选。司令。 据我所知，康大少一直是萧九川的主要供应商。现在康大少已经失踪多日，您觉得萧九川能进到那批货？这次的供货渠道是我们提供给他，他只负责接货。那要这么简单的事儿，谁都能去办啊？哪有那么简单？这次的供货人是俄国人，你也知道。 俄国人勤工，我们这种身份是没法跟他们交易的。萧九川的身份正是最佳选择。明白。那司令，我能做什么？他身上有这份原料的详细的清单，我是担心他会出事。帮我看紧了他。是，我会的。哎，干什么呢？ 维修电话线，电话线怎么了？这断了。别，赶紧修，修完赶紧走。哎，你们几个过来。肖队长，您什么指示？刚才外面说什么呢？啊，有人修电话线。电话线？不可能啊，电话没问题。谁修的电话？
他站住！谁让你修的电话？肖队长跟你说话呢，转过来！！司令，小心！ 伤势并无大碍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何方，你今天替我挡了一颗子弹啊！保护司令，是何方分内之事？司令，这时辰来得太嚣张了，赶到司令部来行刺。他不是来行刺的。 他来行刺的，那他是来干嘛的？他来救人，来救那个女共匪。您说那个女共匪现在在哪儿？这个时辰来。 じゃあ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天皇陛下万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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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じゃあよしみんな頑張れ。報告準備完了しました。 哎，你得心思准地干活，你最好乖乖和我们合作，否则就和他们一样的下场。喂，亚雷，你们干什么？不要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 老爷，您去哪儿了？我去赵家了，我跟赵老爷去商量一些事儿。您和赵家说了，我们。
只怕二少爷有他自己的打算。